机会接回去。巧克力可以帮我看一下这边吗？这边有点紧张。哦，没有，我想要看一个人会不会死掉。哦，你就看就看，你看完之后记得帮我看一下。切，看到 ID 了。切。哦，你那边怎样？啊、哦，我边界左右边有。边界来了。你完全没有边界啊！你在哪？你原来跟我完全不同位置啊。嗯。哦，你边界在很后面、哦，对对对，这里这里很后面。好啊，我左右边没有就好了，我就往前往。左右边都没有。你是最安全的一个人。哦，我前面有任何动作。我、哦、看到小雨 ID 了，什么都没有。好，也有繁星汇合。成功汇合。嗯，繁星那条路过来有边界哦，所以你要往那边走。这边有一个胸甲，这边有一个胸甲。一有一些铁。哇，你黄金也真的挖到了、欸！我到了。我觉得你们可以赶快用挖的离开啦，那洞窟还有太多怪了。可是走刚刚那边不是可以走回去汪汪那边？往哪边走？继续阶梯上去吗？对。汪汪离你们超远的、欸，根本看不到哎、欸。对啊。嗯。可是我不知道往哪个地方挖。啊，算了，先不用说好了。对啊。我往上挖可以到陆地吗？你往上挖一定挖得到陆地啊。对啊，我说很远还是很近的那种陆地，有没有比较好的挖法？你其实一直直走还比较好。啊，好直走。汪汪，你就一直直走。你再高个，也不用高啊，你一直直走就可以入大海了。大海，对，可以高个三格啊，三四格，你就到外面了。前面有怪，有怪，有怪。天亮，很安全。啊，没事，应该不是这边。对啊，你们没有没有，你们到不了汪的了，它后面是边界了。哦，好。要赢只能捞铁桶。我要往哪边走比较好？这边是不是我看到边界？边界已经来了，你们快挖！嗯，我吗？没有，我们，我们。啊，加个门呢、欸？怎么会是你呢？你一个人呢、欸？怎么会是门呢？你安全，你安全。So safe。你们附近深入地心还有很多的黄金啦、啊，可是就没别的东西。可是没有苹果啊，我们已经有超多黄金啊。真的，我可以帮你。汪汪在，汪汪去地表、啊，他等一下就会中了。可以帮你插工作台，我上手没有工作台。希望我插火把吗？我没有啊，你继续走，挖，我挖就可以帮你插了。铁有铁也可以顺便烧啊，捡不来吧？对啊，他已经钻石装全套了，只差角角了，怕了吧？然后角角在刚刚身上，他们干嘛？自己挖到自己穿吗？可能是。哇，没有，又要去挖钻，他们的裸钻是很多哎、欸，他们裸钻好多、喔。哦，因为讲的吧，我们太慢有天眼兵了。嗯。他们这外面好酷哦、喔。这、欸、真的哎、欸，他们那边连水底下都有裸钻呢、欸。太多了吧。啥耶？嗯，然后他们现在要去枯宫的生怪砖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素描跑哪里去？突然发现素描不见了，啊、这就尴尬。请问我这个方向是有在往中心挖吗？好好好，麻烦的女人哎、欸。你们先建议你们可能要往右走，因为左边边就要来了。对。后面的还好，然后你们一直挖过去的话，会到海，看要不要出海。出海的话就可以看到汪汪啦，走。好。对，可以微微上去个两三格。那我出海吗？不是你啦，我们没有啊。我出海可不可以更快看到他们？不会吧，他们等一下就到了。哦，好。大家等一下出去右边就是汪汪了。要吃沙哦。我也应该吃沙了，然后是有钻啦，可是都在好深好深好深里面了。有天眼冰针，我看 ID 了哎、欸，红队的那汪汪那汪汪吗？哦，汪汪，对，他们在很近。对，一直有跟着。哎，我可以找你们。对，啊，或者你们可以先去中间啦，中间在边界。
再十分钟就压完了。哦，在那个位置哎，走上过去啊。走。哦，好啊。嗯，怎么过去？坐公。坐船。坐船。坐公的。坐公车。我先过去吗？中间的话，最底下也有一些矿，有钻，有岩浆，有青金石，想附魔都可以。嗯，哎，刺客来了哦，凡金小心！我觉得你们就直接到中间，有没有那座岛，把那个窟窿跟僵尸打死，直直往下挖。中间有窟窿哦。嗯。嗯，哦对哦。原来我这个已经走了。他现在有窟窿，有还有盾，你不怕他上？我不能挥武器啊！不，他怎么绕我后面？不，你小心！让我啊，爆啊！我站错。哎、欸，他怎么还没死？哦，我帮你干掉他了。那个吗？骨头集中在一个人身上，先中那个树、啊、树吗？有树苗吗？有啊。哇，我是有。你有吗？刚刚树苗不见了，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那你们来这里可以干嘛呢？我有啊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地上捡到两根树苗啊。我的应该好。行。好，我来。可以种，然后一根往下挖。真的，直往下挖也可以啊。没有，没有。反正做个水桶，其他人再来。来，小雨起来打树。等一下，打个水里的枪。哇，你这直下去，其实也会有很多的危险。真的假？还好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我可以让你避开，好，有掉树苗吗？有掉树苗。33，七分钟挖到底下。我怕他们拿完东西，感觉好像来不及耶，有点啊！你坐门，嘿，走水路。现在吗？是啊，上去。对啊，走水路感觉比较来得及耶，所以上去吗？嗯，有吗？哎、欸，怎么了？我头。哦、怎么这么又是你在你头上？怎么是小雨啊？小雨，这样不行啊！我只想说，我身上东西太多了。哪里？你跟我讲。那个这里，对，面向这里。好，一直往下。你可能会需要中间会需要空气、啊，反正你有三个门嘛。有一颗。一直往下，你会看到青金石那边挖进去。等等，现在是要挖什么？钻石啊！我没有铁镐。哇！还好我先发现。我给你，我给你，我现在丢到水里面，你捡到吗？我来了啦！他好像不要把我当屈原哦！你们要赢就是想办法拼附魔啊！嗯、啊哦，一直往下。可以顺便把那个青金石挖掉，里面只有一只窟窿，这个打一只窟窿就可以有钻了。这个，对，这里。你有门吧？不是有门？等，门呢？等，你不要给我压力，我要这样子。没事，对，漂亮。然后滋滋的往前，就对你挖进来的这个方向往前，然后再下去一两个。哦，有历史，讨厌。嗯，拐过那历史也可以啊，右边也都可以。然后前面有个窟窿哦，就一只，它是被封住的。哦，可以打哦，可以打，打了它好了，就它一只，小心哦。哦，运气还不错哎，两个都出现了。嗯，你进来的左边这边可以打开就有钻石。哎，有他们 ID， 至少有两个。我看 ID 了，就在旁边而已，这里还不会有怪。希望多一点。没有，就两颗。哇，没了吗？
再来，附近有一颗在岩浆里啦。哪里？跟我讲。哦，等一下哦，希望可以找到更多，而且我怕边界又压过来。有36，还很久，还很久。哇，你先等一下哦，我看看还有没有别的地方有。那个，可是你没有水桶，对不对？对。没有水桶应该就无法，因为那在岩浆底下。我看到阿基他们呢。对，他们也在过来。啊，觉得怕。小野那边几颗？啊？那边几颗？几颗？我没有苹果啊，我一颗都没有。你没有苹果？那你有多少黄金？你挖得过去吗？箱子里，箱子里。箱子里？哦，好多哦。很多啊，我都说我们很多黄金。哦。哦。两颗了。不行啊，没有水桶的话就没有办法了，剩下的都在岩浆里。好、oh. ，而且那边可以用门堆叠，只有两颗，好可惜啊。还是我弄好了。换。小僵尸，哎，声音哪里？脚底下的声、哦。我看到了，哎，他上来。哇，我刚刚没注意到这边地表还有一两颗，可是他们挖过去了。在水下面。可恶！哎、欸，他们的钻石真的太多了啦。就是怕、啊。有至少有一个好处是他们那边很多怪，希望他们可以被怪围哦。很多。啊，他堵起来了，可恶！怕。我还在炸，还在炸。都是一两颗的，还好那边也只有一颗而已。哎、欸，欢迎回来，黄金给你一颗。哇，他们现在征服弟弟，我们可能靠钓鱼吧？哎、欸，对呢。钓鱼。对啊。有线吗？我有钓。反正有一个钓竿。我钓个钓竿给你哈。哦，那我继续弄那个树。哎、欸，哦，看到了。我们要去挖弟弟的。钻石了，岩浆里的钻，什么都不掉苹果。天接来了 ，QQQQQ， 没有令狗，我一颗都没打到，超惨。你们都没有苹果，刚刚不是有一颗？两颗，两颗。对啊，小雨还没有。哇，再过一分钟就没怪了。去，我这边花完了部分。有，我还有。嗯。哦，那超多。哦，钓鱼。钓。有钓到吗？去。钓到一只鱼。你干嘛要看他、啊？嗯，小雨好坏哦。小雨，是你知道这个地方已经来四只还五只僵尸了吗？他们一直从那边跑进来，迢迢的过来。嗯，有掉任何苹果吗？哇，下面的怪物多到爆炸，好看哦。因为那边界收缩。没有啊，那我帮你做一个，顺畅了。哎呀，哦，你吸到了。他们没有要去挖那个岩浆里的钻。嗯，哇、欸，这场真的是有一个天眼兵在，真的会很棒。我们真的太慢了。太慢的。对啊，他很多在地底就有一些裸钻，很多。就说小雨，你早点刮就可以了。要我呢？钓我呢？钓到什么鱼？嗯，我想到一个办法。嗯哼哼。
样子慢慢掉啊，掉掉掉，掉掉掉，掉掉掉掉。小雨怪怪的，我也觉得他怪怪的啊。那怪怪的，我怎么了？哇，这么尽心尽力。你们怎么先打叶子不先打木？我不知道，我一直都这样哎。啊你，你木头不打，它也不会长出树叶啊。我知道啊。没有，你先打完树干，它会慢慢消失啊，顺便帮你啊。还帮你。可是我懒得换斧头啊。你都没有都没有朋友了，树干可以帮你啊，你都不要、啊。他们要上来的意思吗？还没，还没有，没有传送战场啊！真的、哦？对啊，没有传送战场哦。那我想一个很机车的办法。我叫他们上来了啊！掉到工了。哦哟！什么坑？什么坑？什么坑？对不起，是钓竿，长太像了。啊啊！附魔钓竿，这样就可以两个人钓了。帮我钓钱。附魔钓竿，海洋祝福，但是只有够了，那就有点低就是了。没关系、啊。够了，搞不好你钓起来就中了、啊。你那里只有